这宝贝啊，来花厅玩了，我要给他拿一个辣条。我看看拿什么辣条呢？他最爱吃辣条了。咦，拿一个这个辣条吧，小小的这个。这个他最喜欢吃了，拿走。找找他在哪呢？在哪呢？我看看。我还在花厅里面啊。没有啊。这里也没有啊。他哪去了？咦，怎么看不见呢？是不是在这个大滑梯里面啦？在哪呢？哎，我看见你啦！哎呀，你看，你想吃吗？你嫌不嫌辣？你能接住吧？来，你接住啊！一二，嘿，接住了没有？哈哈，你滑呀，滑下来。哟，不是。尝一个，你尝一个。好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尝尝好吃吗？哎呀，你的牙好脆呀、啊，可香了，就是有一点点辣。辣？不辣吗？一点都不辣。是吧？好吃吧？好多呢，我买了好多，知道吗？